欢迎大家哈，就是到我们办事处来参加这个暑期的这个禅绕画舒心禅的一个课程。实在是很怕，我想本来想退掉，后来想说试试看吧，既然报名了，结果越画越有兴趣。我现在真的每天就是想要画。结束的时候，就是一刹那被拿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种失落感。哇，我惨啊！我这个雅迪小康班的，那一点不及格。体悟或什么会想到，觉得哎，能不能把它做一下修改？那可是因为这是原则，不能修改。那也让自己体会到，就是说，其实人生有很多事情真的是不能重来。